冬令进补，只要用528元就可以享用羊肉、牛肉炉吃到饱，体验食髓滋味羊大骨，充满胶质的牛筋，还佮有阿嬷的古早味。你看了，你敢会想要食？大家好，我是土豆。我们现在来到桃园这里了，然后在我们身后这家餐厅是杨老大。杨老大他是一家羊肉炉吃到饱，只不过他跟其他羊肉炉吃到饱不同的地方是，他这边有提供牛肉。通常我们吃羊肉炉吃到饱啊，我们可能吃羊肉吃一吃就觉得对它膻味有一点那么的腻。可是啊，在这边他有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让你去吃，让你不会这么的腻，那么快就结束。而且他这家餐厅厉害的是，后面还有他专属停车场。你各位啊，在北部有自己的停车场，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看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他今天这边收费是528元，然后又提供6种汤头给我们选择。我就觉得这个价格算是 OK 了吧？不然我对羊肉炉吃到饱印象就是可能吃一餐199或是218。虽然说那个已经是好久好久之前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OK 啊，各位，我们已经拿完第一轮的食材了啦。只不过啊，他今天这边现场竟然还有麻辣臭豆腐炸物哎。那
那它的汤头是跟它选的红烧汤的，我们来试试看。它有那么点辣哎，只不过它这汤头喝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常见的牛肉泡面的味道了。那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拿的东西全部all in下去了。好，我们先用这个刚出炉棒棒腿做开胃菜了。没有想到它这个竟然是古早味鸡腿。Oh my god！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这么新颖的店面吃到这种以前我阿嬷才做出来的味道。来啊，臭豆腐啊！吃起来鸭血跟豆腐好像都没什么入味的感觉。好了，那我们刚刚下去的料啊，除了多利鱼可能要多煮之外啊，其他这些海鲜跟羊肉啊，我们只要有热就可以吃了。各位啊，它这个原肉的羊肉块带着皮啊，羊皮底下的层结缔组织所带来的羊膻味啊，这才是最香的地方啊。这排骨好嫩哦。我就觉得说它这种有带脂肪的肉块是我最喜欢的羊肉部位了。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一块带骨肉，我们主要是要吃它的羊筋呢、啊。它羊筋经过炖煮过后 ，QQ 弹弹的。它这边还有经典的羊大骨啊。我们除了吃完它表面上的肉筋之外啊，等一下还有另一个重头戏啊。哦，吃完过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这种东西了。还有，他这边又提供一整块都是筋的羊大骨。哇靠，好筋哦！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刚刚准备的酱料了。好油哦！Oh my god！
Oh, oh my god！这冷冻白虾有新鲜呢，金花大主宰 OK 啦，接下来就是多利鱼的时间呢。各位啊，现在这个多利鱼上面吸附满满的汤汁精华，好了，那我们第一回合东西已经吃完，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的东西吧。OK 啊，各位，那这回合哦，我们除了刚刚的羊肉之外，我拿了牛肉了啊。在滚之前啊，我们继续吃刚刚拿的棒棒鬼的。那这时候我们再把刚刚拿的这些肉片全部下下去吧。那我们先从这个羊肉片吃起来啊。
比起刚刚的圆块肉啊，我觉得这些肉片真的都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吃这种肉真的务必要煮熟啊。接下来就是牛肉卷啊。好吧，它这个牛肚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富有嚼劲啊。还有这个是刚刚店家极度推荐的牛筋呢。我感觉到嘴巴里满满的胶质哎。各位啊，如果你是很喜欢吃牛筋的人啊，我们在外面炒一份可能就要三四百块了，可是我们今天来这边500多块就给牛筋吃到饱了。还有这个应该是牛肉的边角块吧，感觉这个东西应该要再煮久一点才对啊，非常的有嚼劲啊。这应该是牛腩肉吧。还有稍早我拿了一些菜啦，金针菇。接下来再让这些羊肉煮一下。那我们这羊肉应该是煮的差不多了，因为它这些肉本身都是熟的啊，我们把它丢下去，只是再帮它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来吧，我们再吃一下这个重新煮一次的牛杂。看来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一摊就可以把它煮烂的，这我真的吹不下去。好 ，OK 啊，各位，那我们这回合东西已经吃完了，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再去拿一些东西吃一下，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OK 啊，各位，那我们这回合啊，又拿了羊肉啊，只不过这次我们是几乎都是专攻羊膝还有虾子啊，我就觉得这两样食材是我今天吃到我最喜欢的东西了。那我刚刚有拿了一碗卤肉了，它这个卤肉我跟你讲，我光是在那边摇酱料就闻到浓浓的古早味了。这真的是我小时候还吃到的味道。还有各位啊，我们来漱一下这满满的香菜。我们用这个香菜配虾子啊。好了，那我们这锅火锅应该就差不多了。来吧，我们就香菜一口焖呐。那最后我们来吃这个香豆竹配满满的香菜。Oh my god！ 是说它这个吸满了我们最后的汤底精华了，所以它口味是重上加重。哦，不过你看看我们旁边轻松也喝一喝，也喝了一公斤的饮料哎。那我们这回合东西吃完了，我觉得等等我们应该去吃点甜点，换换口味了吧。OK 啊，各位，我们这回合终于到甜点的阶段了。我们刚用这个水果来洗一下嘴巴。还有，他现场有提供两种甜汤：白木耳还有仙草蜜。
己给他冰加雷套新凉，就算现在是暖冬，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燥热的一餐过后啊，能吃到这冰淇淋就是最好的起承转合了。好了，我们吃完了啦，我们等一下去结账之后就到外面做结尾吧。我们现在在外面啊，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杨老大的想法吧。今天我们花了529元，享用了一餐羊肉牛肉炉，它应该就是用比较单刀直入的常见的吃到饱火锅汤头料理方式。但是说今天我们花这些钱，就可以在这边享用到各种的羊肉，还有牛肉的原肉，而且今天这家店也可以一个人用餐，而且收费也是跟别人一样。只不过你问我说，如果今天要再花500多元回来吃的话，我 OK 吗？说真的，非常 OK 啊。那各位啊，看到这边，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啊。还有，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一起成为边缘美食家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最近相亲，迄个柯小姐，伊厝的人。